我总觉得你好眼熟啊。喂，什么？你是哪位啊？怎么心，觉得你好像有点眼熟？小心肝啊！啊，原来是小心肝对啊，你啦、就认啊！啊，这个谢谢口啦。罩，氧气罩吗？啊，可以。可是你好，的声音怎么还是一样啊？通还常是经很过氧小气罩的声音吗？不是？不是，我说通常经过氧气罩的声音不是这样子吗？呜一呼。啊，对。啊，你要吐一下气啊，要不然等一下二氧化碳过多，你会窒息啊。没办法，你刚看女生很多啊，香水一大堆，闻一闻头会晕啊，吗？不会啦，像你身香上的有一种美，古龙拜水的托。味道啊，是不是？我身上没有吧？我身上只有佳明的味道。没有啊，刚刚的事情就是因为刚刚你们小姐就是突然，你有看到那边有外星人吗？啊，对，有他看就到是有看确认到。我是不是外星人，突然打了我一拳，把我的眼镜打掉，然后我啊。就看不见路。啊，所以刚刚拉汉其实是要抱我来那个帮我拿眼镜，啊，不小心抱到小姐啊，这样子啦。好，没事啊，那个他们误会解开就好了，对没事啊，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诶，啊，他们都去哪里了？我也不晓得啊。怎么看个手机扔回来就不见了？说嘛，现在就是科技的问题啊，科技太过好了，手机越来越好，所以大家都低头玩手机啊。对啊，近距离也在用手机传简讯，真的是。对啊，肚子会不会饿啊？你记得要吃饭呢，不要像一些人之前好像营养不良，就是看手机看到营养不良。有啊，昨天就有两个饿死的，夸张，一个还对是局长啊，呢。这很太夸张的啦，这个真的不行啊。好了，你要不要？我刚刚有买你们小姐的酒了啦，没有说没有捧场。哦，哎，新产品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现在身上没钱了，刚刚买酒买到没钱了。没有，不用那个，不用啦，不用啦，这个哦，算是哦。是公关嘛，啥避暑，对啊，哦，好啊，以啊，后有好啊。机会来消费一下，对好啦，真的有空我再去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那我下次去点杯暧昧的感觉好了。啊，这是撩妹圣品呐、啊！那个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罐，刚刚已经是发完了，对吧、啊？那一罐叫做我想你啦，啊，那个很好用的、啊，以后给妹子啊，那是我们新的调酒啊，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试一下，哦，你说还在？是那个是免费赠送，对，哦，好。在拜金喵喵啊，你们那边上去一段路而已，在太平洋附近而已。有啊有啊有啊，之前去那边处理过很多哎，事。好，有空可以来那个来消费一下。好啦好哎，辛苦好啦，好，好啦，你慢走啊，哦。我先走了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简讯爆炸啦，怎么消掉啊？这简讯要怎么删掉啊？讯息。小心肝哦！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哦，我现在你觉得这边，显示简讯爆炸怎么办啊？我都不理他了，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啊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在这吗？刚刚滑个手机，人都不见了。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，你就把它全部删掉吧。有，那医护局那些可以删吗？可以啊，好，用不到就删掉了。好好好。你是嘿嘿哦，他说在沙漠找朋友，然后就饿昏头了。他怎么无视我？没事。在说没有话？啦，没事啊，没你在事啊。跟我说话吗？这样回。
怎么删呢、啊？我要删简讯。是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先用这个哈。删除对话吗？不是啊，删除对话是全部删掉了，不是吗？删除对话。这样子，联络人，联络人，好，都还在，行。担心点点压起来，为什么会压起来？没有，跟里面的女生就没有怎样哦。我去，哎、欸，拜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卡在兔子这一块，多少钱？我很多戏很难演，哎，1000块，谢谢。很多有时候要跟女生互动。谢就谢是因为哦，卡在谢谢，我的谢言谢，行辛苦举你了，止，吃饭要啦，顾虑那到个兔晚子安。这一块，好的，啊，很多事情我就是不能很放那你松随的便去买演啦。戏。比如说，有时候他们在闹跳舞啊，我可能会在旁边跟着，就是会保持距离跟着跳舞啦。你看刚刚他们塞酒啊，叫我过去，我都要是呼推叫一掉下啊。上帝了，太恐怖了。你说那个安妮吗？不是，我们第五个人看不到东西买了。不是睡一下就有了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我睡着之后就有了、欸。你要不要睡一下？你睡醒之后就可以买了。去小睡一那下。我顺便去吃个饭，再回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哎、欸。什么东西？八个，看到了什么？七个，八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七个，他在神游啊，他还没结账。七个。他没结 Hello，账。Hello。Hello。我要去拿锅贴啊！不知道清醒没有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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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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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噜不噜，你先拿锅贴啊，我帮你盯着它。不噜不噜，好啊，你就要塞8000块给我啊。好好好好。他不给就电他。好。啊，很多就是。你的里外要分得很清楚啊，很多人就是演艺演到就是走心嘛，就是在太投入感情进去，有的没的，导致就是可能里面的你角色劈腿，然后自己不能接受。我不会啊，就很多，反正就很多戏，就是因为兔子这一块啊，就不好演戏啦。不然我也想去像抢劫啊，去就是坏坏那些啊，这样才会有人来看嘛。你看一个乖乖牌站在医院里面，然后等等电话来的会有什么剧情？会有谁想来看啊？像这个就可以打掉了。哎，我怎么被抬过来了？哎，你把8000块给他，他刚抬你过来的。对啊，昨天就是砍下去，而且我刚刚真的距离是这么宽哦，这他那没有个，定时啊，我想说还没过5个月啊。嗯，他说什么你在神游就把你搬过来了，啊，你钱给了吗？好，给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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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好好好，那路上小走心走，我喽，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
角色名字叫什么？小心肝啊，一户局小心肝，星星的星，鱼肝的肝，肝丝分离的肝，还是我要说我叫小心乾，乾隆皇帝的乾啊，我是乾隆皇帝。肝比较好记，不是啊，就是讲说就是不要用那个器官的肝啊，这样才会更让人家误会啊，不然就是说爱心的心，然后肝脏的肝，这样才会说你在自妹的 ID 啊，有的没的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当时本来就是说叫他们不要玩太晚，不然你们要小心你们的肝，对吧？小心钱，哎，也不错啊。好啊，我认识小猫，但没有非常多，还是可以那是可以哦。小猫，我很喜欢来找我。嗯，每次叫我全名的话，小心你的钱，哎，这样也不错啊。我以后我要躲这边，我要躲小猫。我说小心肝，你在哪里？我就要趴在这边。我说这什么鬼东西？为什么滋味？好，小猫。有啊有啊有啊，只是我找不到饲料去哪里买，因为我的宠物快饿死了，不饿死啦，反正它就是饱食度一直在掉，啊，我不知道怎么买饲料。好，哦，感情蛮好，就那种女生把男生当哥们的。一般商店就有了吗？我去看看。有饲料，兔兔，你有饲料吃了。欸，其实我也很适合当心理医生。哦，有欸，感谢，可以买了。给我买到最高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2000块，确定。欸，我来偷偷养一下它。呼叫宠物。哇！太饿了吧，兔兔，哎呦，留在原地，然后，哎，饱了，哎，你为了宠物吃饭，改变姿势，我想，这个是野兔，哎，耳朵这么大，然后就是要怎么讲？耳朵很大，然后手脚都很细长，这种都是野兔，比较不像那种一般在养的那种啊，因为他们是要一直跑，逃离那个猎食者的追杀。感谢发喽，你耳朵怎么竖那么高啊？
改变。看看我的大兔兔。哎、欸，二超快！你看，刚刚一百，啊，现在83。他不能挑花色，不然我就挑布布的颜色了，挑个道奇兔。哦，我还在想啊，就是我这张图，我不知道拿来做什么商品。我这张图不知道拿来做什么商品。可以买了吗？我睡醒了还是不行买、欸。你要什么？我直接买给你好了。你直接跟我讲数量。你差多少？我要十个三明治。然后。怎么有兔子啊？这个三明治食品。我的，那是我的，不要打他。他是不是中暑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很好。好好好，我只关心他一下，你不要那么激动啊。我会怕，刚刚就是有一个叫小雨的去摸了学弟的拉布拉多。小雨姐姐吗？对，然后那只兔子。学弟的拉布拉多，结果呢？兔子就吓到了，然后冲去马路上被撞死。我刚抢救回来。因为他没中暑，真香啊！你说十个三明治还有什么？还有十瓶水。哦，好。这兔子叫什么？啊，给错了的。还没取名字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只好像不是我的兔子了，但是你不要对它乱来，拜托，我求你了。没有啦。啊，你们要买一只啊？可以买猫啊，可以去领养一只猫、啊，花10000块。哦，我有了。啊，饲料的话，说商店可以买啊。哇，橘猫哎、欸。啊，对，我要给你多少钱啊，小心肝。你要给我什么钱？啊、你跳一下，你刚刚不是帮我买吃的？哦，不用啦，小钱而已。哦，好。上班加油。好、啊。这只真的完蛋了，回收不了，只能杀掉了。不知道，一直换换换。我知道换猫的那个叫猫的话会换啊。完蛋了，哇！我是心理咨询师吗？可是不知道怎么放开，想象脑子有个 F。重点到他的反应了，然后再让就是点子，然后是
小兔兔啊，你这样很危险，你真的会被当中暑啊！你要不要赶快回家啊？怎么办？我觉得他会死在医院啊。好了，我以后不在医院里面养兔子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敢看。早上医院有4只猫，真的假的？是因为回收不了吗？啊，我的小侄女又在哭了，真的受不了。啊，兔兔，角落去角落，对对对对对，过去过去过去，我在这边不会有人发现的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不要动哦。哦，所以在医院叫才会这样哦，哇，这么恐怖哦，这么恐怖，我赶快躲在没人看得到的地方传简讯。我跟他当班。多狼，我很少听到他们。非常保重。我在吃锅贴啊，这个谁能去？我来，不过他没有传 GPS 啊。点他。好。我来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照顾兔子的。我刚走廊看到一只猫冲很快跑掉。你看，那是我的猫吧？黑色的。他冲去马路上去了，5公里，西里尔斯，我看一下地图在哪里。5点的话，我要叫警察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好啦，各位，我们上工喽。其实你收了一袋有外星宠物，我知道啊，那个是外星来的，可是我舍不得杀，应该不是说舍不得，我不忍心杀。哦不，晚点我不一定会开台啊，等下可能一样继续画图吧，因为今天也没有活动啊，今天没有活动，我想说再画一下图，不然我要在剩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为什么他们要蛇形啦？他们是要闪我没错，可是不要蛇形好吗？完了。还好，我正要跟小猫买修车包嘞，还在扣，不要，还在扣停了啦，停了啦，哇哇哇哇，期待画图，认真，可是开重点就是怕你开台画图，不一定画得出图片啊，还在扣哇呀拜。等下问一下人怎么修车，我有感受到啊，我最近去救人都救得很累欸，完了啦，这个感觉就是撞坏东西在漏油哇，这老师等一下是给我一个技工哦，为了救他，车坏坏了，
保底三十，好，最好是这。可恶！诶、欸，您是谁？听得到声音吗？听得到声音吗？还有意思吗？有。哦，小光哦，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对。你可以顺便帮我修个车吗？为了过来被撞到，不好意思。好啊，那我先开名单了。好，那你等一下教我怎么，我第一次开单。啊，请问要怎么付钱啊？你幻想你前面有个触控式的键盘，然后 F7。哦，有了，感谢。那你等一下是要请人帮你把车开走，还是你要叫计程车过来啊？我可以自己骑回去，没关系。哦，好。好了。好，你自己骑慢一点啊。你看我啊，有应该没什么事吧？走啦，掉个点滴啊，一下下就好了。你有没有带那个、啊、葡萄糖在身上啊？没有。要给我一点葡萄糖。没有，跟我回去吧。直接给你 money 啊！不行。我要去包那个很远呐、啊。你要干大事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要去包那修车包，是很远。哦。我崩溃。好啦。还是怎么样？还是我。那你晚点，你给我，你给你的电话，我等一下 call 你好了。如何？94608。94608。对。好，我等一下弄完，你传个短信给我。好。去医院报到。好的。理论上是不行这样，可是他又想做修车包，没办法，我真的觉得很为难，就在这一点。94608哦，联络人。我操！不对，我应该多跟他收1000块哦。等一下我要记得，我说因为长途跋涉距离太远，要多收1000块。好，这样我修车200块，爽赚。没有啦，不能这样啦，还是理论上是他要跟我走一趟，那。其实就是怕他摔车，神志不清，伤到脑部，脑震荡，然后可能骑到又昏倒。所以我的做法一直都是说，你跟我走，那你车子的位置记一下，然后锁上，等你出院之后再请我，或者是找个计程车载你回来你的车子的地方，或是你现在叫人过来，你这个位置帮你把车开走。理论上是这样子啊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，可是很多不配合啊，都说我现在还清醒，还可以用之类的啦。不是啊，你如果出事，你就不要怪说你的荷包对不起你啊。没办法、啊，我觉得有时候我就是那种讲硬不起来，我的心啊，不是那边硬不起来啊。
外星人脱掉，可是我觉得脱掉这个是尽量不要用啊。哎，不是也可以请技工脱掉吗？啊，重点是他们就是不想再多花一笔钱啊。虽然1000块很快就赚，1-2000块很快就赚到了，可是就是，对吧？我知道你们知道啊。就我刚刚不是有说，你要去干大事之类的，刚看他很急，对吧？点点点什么？什么东西啦？王者雇女友，你说，你说小光哦？哎，我这几天看到他都没跟阿花靠得很近，哎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因为有时候什么技工突然出现，就是只有小光一个人，安安哦。我这可以关掉了。哎，这个是，这一个是谁的车啊？特别哦，可以拖走了吧？阿花在练跑三，啊，他不是说在包包那个吗？旧车包，谁的车啊？感觉是临时开来的哎，神奇。然后骑去那边好了，播到几点哦？不一定哎，如果人太多的话，我就提早下线给一些。晚上才能开，晚上才开台的人进来啊。哎呀，怎么可以锁门啊？气死！猫咪，猫咪，猫咪，阿吉啊，你要听妈妈的话啊。嗯。谁？我想参加活动，明天可能要早点进城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明天是歌唱大赛啊。有没有看到门口有只小黑猫吗？门口有只小黑猫。看一下，那一只是不是我的？哎，不是啊。因为听说有外星宠物啊，但是我又……这只怎么跟我们家陈胜吉长那么像？啊？你说穿袜子吗？我的宠物叫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哎，所以它是外星宠物了吗？哎哎哎，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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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不是我的啦，我的在里面啦，没事。阿杰，哎，对啦，这是啊。你们知道这台卡车是谁的吗？然后地上为什么有只猫咪死了啊？你刚刚碾死它、啊，我不知道、啊、那卡那卡车刚刚停在医护前面很久，我想说先停在这边啊，还是要调走啊？我先查一下他的车主是谁啊？好啊好啊，觉得停在那边有点久了。你这是市民的车啊？啊。那麻烦你了。那如果你有看到说有什么合约了，我能开着市民的车过来，然后你马上通报我们警察，我们马上会帮你处理啊。好啊。哭又在哪里？又记不啊情绪啦。啊，那就是跑了
我看到警察碾死一只猫跑掉，要不要报警啊？小心肝！哎、哦，怎么可以？拿个警察投诉他。阿福，投诉他，他碾死了一只猫，才说怎么地上有一只尸体？怎么了，学姐？哎、欸，怎么又一只猫在这里？哼，那是我的猫，你会结扎吗？我会结扎吗？怎么了？会帮猫咪结扎。会啊。哦，我是说可以帮我猫咪结扎一下啊。这只吗？不然它都这样不受控啊，对啊，那只啊。可是我看到怎么医院猫这么多啊？另外一只不是我的啦，另外一只是你修的、啊。米修是我的，橘色是我的。妹妹，不是妹妹，是米修。妹妹米修，没有妹妹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的，他跟我梦里那只一模一样。我在想说，我的是不是没有结扎，所以才这样子都不听话啊？个性吧，有些动物结扎还是很野啊。对啊，看起来就比较调皮耶。是这个品种的都比较调皮啊。来摸摸，来摸摸，妈呀妈呀，你觉得他的个性怎么样？是比较暴躁、啊、他是不是不喜欢女生啊？哎、啊，那你摸他，他有喜欢你吗？他有，他乖乖让我摸啊。欸、那这样怎么办？哇！难道我要去变性吗？好好，变性啊！我没有库存可以给他吗？不是上次不是说谁的？大炮的一切三十公分下来啊！先不用了，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啊！现在这个社会当女生比较好啦。真的真的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们再动动手吧。性别平等都是假的。对啊，我们那个我都是那个女权自助餐啊。小光，阿吉呀、啊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要、啊、我再出去救人。哎、啊欸，这只猫怎么？这啥小？这什么？你家的猫怎么了？你要不要先拍照？它是一只蜘蛛猫，它没事就飞檐走壁。哦，会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很厉害、欸。哎、欸，拍。他哎、欸，有啦，他没事，他在蹭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他好厉害哦！我不想出去，我想玩猫啊。啊，不然就是两个人执勤。就是一个人救人，另外一个人就是把他的交通工具带回来这样子。哦，怎么那么烦？我就想说，对啊，他是趴在纱窗上面，有没有？你们在干嘛？我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吸猫。猫奴们，来点猫草吧！哎、欸，我真的想换一台，我想换银色的那台医护车、欸，哎，可是换那个有风险啊，如果我医生不做的话，那台就没有了、欸，哎，四十几万、欸，哎，不是啊，叫他们不要突然。右转之后又左转啊！哎，走不走啊？让路啊！不先买房子吗？我就是在想要买车还买房子啊！买房子好处是可以存东西跟存衣服啊！啊，我买车的话，你看。我赶过去的时间就有点久了啊。
这台车刚刚最快下坡也是160啊，啊，其他车都给到300多啊。虽然这样子，你300多撞下去，又要请技工或者是用修车包修一修啦。可是就是可以赶快到病人那边，赶快回去吸猫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都在医院玩动物啊，气死！200多，现在大部分人都开自家救护车。哦，自家的救护，不是啊，我觉得就是有那个哦，比较有 feel 啊，对不对？开自家的车，我感觉就不像 RP 啦。不是这个，这是为什么死在这个位置啊？我觉得你姿势很漂亮啦。好，好的。你怎么都在这么远的地方出事啊？很远欸。我要回去的路上。对。骑慢点呐、啊。珍惜生命啊！刚刚被鬼遮眼了啊！啊，你懂不？鬼遮眼，我懂啊，我懂啊，医院常发生啊，你小心哦。这条路要小心一点啊！我现在刚刚……哎！啊！等一下，你看他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开车的、啊，哎，这个送你，受不了啊、这个送你。我要赶快离开这鬼地方啊！这些地方太可怕了、啊！你小心啊，这边速度很快哦。刚刚也是抱你过来才敢救你啊。那你可以骑哈。可以。好好好，我们医院见。好好行。先跳车门。2000块，再加。我，你走不走啊？哎呦，不要再蹭了啦！哎，不行啦，不要再蹭我了啦！哎，这些车 ，What the fuck？ 你是阿公哦？不是啦。等一下，我要 DV 掉。剩52啦！哎，本来没事的哎、欸，哦。完了啦，车变慢了啦。不是，我会讲阿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天我跟朵朵在那个救护执勤的时候，阿公他的人设就是阿公那种七八十岁的，然后你开车时速已经飙到300多，然后往我们的救护车撞下去，嘿，我们可能就是太早转弯，应该要下个路口转弯嘛，我们就是倒车，就他用300的时速撞到我们的车屁股，然后就重点是好，我们有错在先，我们不该回转的，但是他闯红灯，然后在市区时速300，重点是他说他有痔疮，你有痔疮，你时速开到300，你这样撞下去，你应该痔疮早就裂开了，有没有？我那时候就是说，阿公，你现在痔疮不能开这么快，而且你痔疮其实应该打喷嚏就会哦，因为有痔疮的话，你打喷嚏或出力，你肛门就会很痛，所以我说阿公你不该这样开。你这样开的话，你痔疮会很痛之类的。
哦，对啊，你就跟到那一次嘛。啊，不行，我觉得他如果说他一开始就有痔疮，他不能开这么快。你要，他应该是真的没有得过痔疮，对。啊，我心也很累啊。然后每次都要蹲下帮阿公检查屁股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的心一直在打仗。不行啊！啊，这个人怎么？哦，哎，而且我热到有点吃不下哎。你好像很懂，我得过啊，怎样？不是，重点是很多消化不好的人也都有啊。因为你不是消化不好，就是胃不好。你胃不好就是吃不胖嘛，吃不胖啊，你就是消化会不太好，然后你就往往会便秘，没放地上那边。哦，好啦，啊，怎么你来救我？啊，你怎么来救蚊子？剩三十可以啦，撑得到啦。哦，不，什么 HELP？ 快不行了。哎、欸，好慢哦、喔，真的快坏了啦。而且你有痔疮。快到了，加油，我们行的，加油！可以蹭猫了，然后请医护技工修一下哈。猫咪倒掉了，电竞馆附近好像有一家。猫咪啊，倒掉电竞馆了。啊、你也知道这个？小光呢？啊，对啊，都能牵人海啊！你没有看到小光吗？他没有来啊。哦，好，我传简讯。没有来。怎么办？你的猫猫收据来了。不是啊，我怕它，怕它一直出来，它这样子动来动去饿太久了，我养不太起它。